在六甲县苗栗黑龙江街，因为关怀太桥铁路工厂，就调整了沿线的路线规划。没想到最近民众就见怪了，因为去沿线爱下那么热，不但只爱行路行，还爱太转弯、下车道，让走得非常下脑。每因为施工的原因，一路不但只黑漆漆的，一路面每一户一户又盖到的细石头，去沿线的人就一定会压。他这边好像其实之前就接过非常多的申请，好多起啊。这边的关于这个公路在施工的工区啦，以及他这个机车行驶啊，大家好多起车祸事件这样。桥都北京人帮土路顺，看起来当艰苦。土六十一线苗栗后龙亚街，现在后龙赶海太桥做工厂，其他路爱重新规划，没想到也实际。民众挡无奈何，其他车过不上爱行路险，那个其他路看起来无一点公车安排。一个没车的民众卢卡叔，一弯路的时间开起司反应唔错。你阿下个奥多拜爱用起过来，嘿，起到那边路肩呢，是路肩呢，防撞杆倒掉好几根，对不对？或是有石头，要是弹跳一下，你想要闪一下，你又撞到防撞杆。台中一线美丽黑龙亚街，以前工厂的管线哦，据说也是在改新的。我都拜行的路，不过伊都向前就反应，也唔但像路唔发，路面好还一多东西伊难去哦。也记者就设计等行一年，也路很用反应。规路巷水塞条障碍物物计都有，路面刨铁磨做好，和和阔阔。唔但将白路石嘅油门铁，其他速上去下难，还能先下直拖。公路总局爱民众则个肥宅唔高。其他多百嘅人当年富，本人认同下直拖三唔掂按样解释。只看嘅拖拉库是按边富得高，爱肥宅也唔肥宅。咸咸咸咸，你施工一定会有族群牺牲，那你牺牲要牺牲谁？你要来这边对不对？到下一个匝道再回转，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是摩托车要下来再回转？中央地方民意代表同公路总局、苗栗政府托案团队加倍针对亚捷飞砍，不过主管机关后续做法，民意代表就知道其他条无出现异作。比较还本体组诶吼，公路总局基本上吼，他们只有针对这个机车道未来吼，他们承诺吼，一到百上百起熏啦吼，以扫地啦吼，要给碎石等等，机车道压迫的问题没有解决。第二个，路面很多刨除过后不平整问题没有解决。所以目前养护单位他们是用闪红黄灯来做管制嘛，会找苗栗公路段，就是针对这个路口，包括当汇报，我们会做一个。后龙江海太桥工厂安上2025年完工，台六十一线沿途奥多拜行的路皮土出石，主管机关回应也计划会比发其他石头，其他速下石头过后行起爱肥砖，肥砖部分会靠你隔岸缝墙顶，障碍太差细差会冲到，避免拥堵人家生命安全。下个新闻，林伯卷副分子苗栗报道。